娘娘回家，没有娘就没有家了。娘干什么？打死你这个狐妖！我打死你！我这鞭子上全是倒刺，你们好狠的心呐！怎么样？你们疼得厉害吗？我不怕疼。我怕。怕疼还扑上来，傻孩子。再疼也要保护娘。这家酒肆地处偏僻，生意也是始终不好。那若是我能盘活这家店，张老爷，您说这要怎么算呢？全无酒香，淡而无味，难怪这酒不好卖，必须得酿新酒。酿酒，快进来吧，子熙都快急哭了。祝我们的子熙生辰快乐。我还以为你们都忘了。忘了什么也不能忘了这件事啊。我希望能远远跟娘在一起。此酒酒香浓郁，真是勾人魂魄一般，不如就叫一口入魂。无论是谁，若是能一口气喝下三碗我们的一口入魂且不醉的，我包你这辈子喝酒不花钱。好酒姨妹妹，看看春娘多争气啊，你比她还先进门，这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，亏得老爷心疼你，把酒坊的生意都交给你打理，你可不能辜负了老爷。夫人教训的是，这些是什么啊？这些啊，是我新酿的果味酒，更好入喉，女人也能喝。那这酒叫什么名字啊？这个叫做鸡尾酒。酒坊本是一本万利的生意，为何会急转直下？这才几个钱，眼看着春娘就要生了，若是男孩，我可是要大宴宾客的。很多地方都要用到钱，这一个破酒肆就能抢走我们这么多生意，狡猾呀！看来我必须要做点什么了。